那今天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技术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，用于就是防御你的对手是小臂拳头甩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个技术，让你的对手投降。那首先我的搭档贝修，他要先抓我右脚，把我摔到地上。对，那这时候我用我的左手压他的头，把他的头压下去，然后我的右手从他的手臂下绕过来，抓住自己的手臂。这时候他要继续把我往后摔，对，然后这时候他把我往后摔以后，他要到我的技术里面，是脚有点像走路一样，慢慢往前走，勾住我搭档佩修他的脚，这时候我身体往下收，然后手往内收，他就投降。